就这一页，这一页非常特别哦。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四页，有两页小的跟两页大的，形状真的非常非常的奇特。在这里我又看到一页很特别的幸运草，它是后来才长出来的一个小的叶片，这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白车准的幸运草。